那你给我账号，我现在给你转。你还真给啊？你哪里来这么多钱啊？对，你是林九泽的情人，可以花他的钱，那就算了。我要是要了他的钱，那以后啊，也不用在江城待了。是你自己不要，别说是我不给。我不要你的钱，那你别想这样混过去。正好啊，我有件事儿需要找人帮忙，不如你来帮我。什么忙？放心，这次不会坑你。我正在追一个女生，可是她不喜欢我，拒绝我好多次了。明天是她的生日，我在凯盛为她订了包房庆生，你帮我送个蛋糕给她，好不好？你为什么不自己去送？我送她，她就不吃啊。我这么好的人，偏偏你们一个两个的看不出来我的好，真的是让我很伤心啊。苏西没说话。你把蛋糕送进去就走，没人留你喝酒或者吃东西，就算留你，你也不用搭理啊。盛凯不是我地盘，不会有人为难你的。行，我帮你去送蛋糕。行，那告诉我你电话，我明天让人去接你，蛋糕我也会让人订好，你只要送进去就行了。苏西告诉他自己的电话。哎，你送的蛋糕有什么特别的吗？没有，就是普通蛋糕，怎么了？如果没有什么特别的，我可以帮你去订蛋糕，你也不用来接我，我自己过去。哼，你不会是怕我的人半途中对你做什么吧？没有，我就是想帮你买个蛋糕还你的人情。哎，那也行啊，就是要让你破费了。没关系，应该的。蛋糕上需要写什么字啊？就写我爱你，其他的什么都不用写。我明天把包房号发您手机上。好。